大家好，今天我为大家讲解示范教学的是少林螳螂拳中的四柳锤。四柳锤是少林螳螂拳的开门拳，入门学艺者均先练此路拳。四柳锤原名全称四合撸气锤，此拳动作朴实紧凑，招式相连，架子低，发力沉稳，进退分明，技法简练。它以雕、领、削、勾、打、缠等手法为主。四柳锤主要流传于安徽泗县、宿县、合肥、蚌埠、江苏、南京、徐州、淮阴等地区。下面我将少林螳螂四柳锤第一段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我将第一段给大家进行分式讲解。第一个动作，十字手。这个动作的要领是：两腿挺直站立，呈并步，两背自然下垂，贴于身体两侧。要做到头要正，颈要直，两眼向前平视。随后，右脚抬起，原地上下震脚，在震脚过以后，两手从身体下侧经过腰间迅速提起，而后向前方推出时呈十字手。呈十字手时，左掌在外，右掌在内，眼睛向前方平视。给大家再示范一次，十字手。下一个动作是抱拳。在十字手的基础上，两掌由内向两侧分开，然后抓握成拳，置于两腰的两侧。
下一个工作是五花手。他的动作要领是在并步抱拳的基础上，右脚向右前方迈出一小步，同时右掌经体内向前方扫出，掌心向上，随后左掌向前方穿出，同时左脚向前方一步，呈虚步，同时左掌下翻，使掌心向下，变成勾手。在左手变成勾手时候，右掌从身体内侧向外翻掌，斜架于身体的右前方，掌心斜向上，同时左勾手向后勾起，眼睛向左侧平视。给大家再示范一下五花手。下一个动作是打虎上势。在五花手这个动作的基础上，左脚以前脚掌为地点向后收回，再滑向右脚的脚内侧时，再向左侧滑动，最后落步。在左脚落步同时，右脚靠拢左脚，称打虎式。再示范一下，下一个动作推山靠。这个动作的要领是右掌由上向下，由外向内拦击，同时右手左手由上向下置于发箍，置于身体的右前侧，随后左掌变成勾手，同时右脚抬起向前方迈出一步，成弓步时，右掌经胸前向右侧面推出，推出时候右掌掌心向前，掌指向上，右手勾肩向上，两背在一条线上，眼睛注视掌尖。再示范一下，下面我将推山靠这个动作的记忆方法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对方以偏腿向我打来时，我迅速以右掌由内向外抄住对方来腿，同时左手变成勾手，勾住对方的小腿处，同时右脚向前一步，右掌向前方推击对方的身体上侧，或者右掌防止对方向我打来之前，然后将对方推出，从侧面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对方以鞭腿向我打来时，两手将对方来腿抱住，随后右手由内向外
抛住对方来腿，随后左手左掌变成勾手，勾住对方腿处小腿关节处，右掌经胸前向前方推出，可以防止对方用拳击打我。随后顺势利用左手上抬，右掌前推的惯性力量将对方推倒。好，这堂课记忆方法给大家讲解示范完毕。下面讲解的是北虎洗脸。在撑推堂靠的基础上，身体左转，左脚向后方收回，撑左虚部时，左勾手变成拳，由下向上抄击，随后右手右掌拍击左手的手肘内侧，眼睛注视全面。再示范一下，下一个动作是顶击锤。在背虎洗脸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左脚向前迈出，向前迈进小半步，同时左手由内向外格挡，随后右拳从腰间向前方打出，在打出时候右脚向前一步呈右虚步，这是顶击锤。给大家再讲解一下，左脚上前一步，同时左手由内向外架出，随后右脚向前一步呈右虚步，同时右拳从腰间向前方打出。从侧面给大家示范一下，下一个动作是金鸡独立。它的要领是右脚抬起向下震脚，随后左手由外向内各肘，右手从身体的左侧抄起上翻下掌，使掌心向上，随后左手由上向下变勾手，迅速提膝撑金鸡独立。再示范一下，下面我将金鸡独立这个动作的记忆方法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对方一腿向我打来时，我可迅速地将两手将对方来腿架开，随后将左脚提起，同时左手反勾对方来腿，随后左脚踹击对方裆部、支撑腿或胸部。好，从侧面给大家示范一下，对方一腿向我打来时，我将对方来腿架开过以后，左手要护住我的面部，防对方一拳击打我面部，随后以右掌变勾手抄击对方来腿，勾起过以后
上提，随后提膝，踹击地上裆部，或者是支撑腿，或者腰部。好，这个基本话示范完毕。下一个动作是马步切掌。它的要领是左脚下落撑马步，同时右手由外向内抱朝于身体的左侧，随后握拳，左手勾手变掌，由上向下按击对方，按击出去，在马步切掌的时候，身体要迅速下沉。给大家再示范一下，下一个动作是上步推掌冲拳。好了，要领是左掌由下向上拦截对方来拳，使手心向上，然后抓握，迅速撑上步成马步，将右拳从腰间打出，然后身体右转撑右弓步推掌，从侧面后面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左掌由下向上画弧，使掌心向上，随后左掌由上向下翻转，抓握挥收于腰间，同时右脚上前一步撑马步，随后右拳从腰间打出，撑马步冲拳，然后身体迅速地向右转动，左拳变掌向前方推出时，右拳向后收回。下一动作是含肌割肘。左掌迅速收回，同时右手由外向内屈背割肘，随后右脚收回时呈右虚步。我从正面将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示范一下。在弓步推掌的基础上，左掌向后收回，同时身体转正，随后右拳屈背由外向内割肘，当肘割至于身体的右前侧时，右脚迅速向身体的正前方迈出，呈右虚步，随后左掌迎击右肘背。再示范一下，下一动作是横步双推。在含肌割肘的动作上，右脚抬起，正脚使身体向左侧转动，随后两手变掌收于腰间，左脚抬起向前方迈出一步，从弓步同时
将双掌向前方推出，再示范一下。下面我将含肌割肘横步双推这个动作的记忆方法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对方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迅速于右肘由外向内割击对方手背，如果对方向我头部的右侧露出空档向我面部打来时，我随后以右肘向外架开对方来拳，如果此时对方以另一拳击打我头部时，我仍然可以以左掌挑击对方的来拳，随后身体一沉推击对方的腹部。下面我将四六锤第二段整套动作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二段第一个动作，零手弹踢，在横步双推的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左手下压使掌心向下，随后右掌向前方砍出，随后右掌收回变拳置于腰间，左掌向前方弹出成勾手，成勾尾手，同时右腿向前方弹踢出去。将这个动作给大家示范一下。下面我将零手弹踢这个动作的记忆方法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对方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左手由上向下是掌心向下按住对方来拳，同时用右掌砍击对方头部侧面，在砍击对方头部侧面同时，如果对方一拳将我手掌架开时，对方此时面部露出空档，我迅速将左手左掌变成勾手击打对方面部，以左手的手背为力点击打对方面部。对方如果以另一拳将我胳膊手发开时，对方此时裆部露出空档，我迅速地抬腿踢击对方裆部，从侧面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对方以来拳向我打来时，在下按同时身体迅速前屈，用掌砍击对方头部侧面。对方如果将我拳将我掌架开时，对方的面部露出空档，我迅速顺势用左手交手以手背为力点击打对方面部。对方如果以另一拳将我胳膊手发开时，我可迅速抬腿踢击对方裆部和腹部。下一个动作，转身推掌，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在零手弹踢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右脚迅速地向
右侧迈出一步，左拳置于腰间，右掌由内向外化开抓握，变拳 A 后，左拳变掌向前方推出。再示范一下，下一个动作斜进锤，在弓步推掌的基础上，左脚向前方斜上一步，撑左弓步同时，右拳从腰间向前方打出，拳沿向上成立拳，左手变掌置于身体的手背内侧。下一个动作消掌，在斜进锤的基础上，右脚向右前方迈出一步，撑右弓步同时，左掌贴着右手手背内侧向前方削出，在削出时候右拳迅速回收。下一动作是片身窝肚锤，片身窝肚锤左掌由右向左发弧，然后掌心向下交握对方手腕，然后右脚左脚向前一步，将拳置于腰间时，右脚向前迈出一步，撑马步同时，右拳从腰间击出，撑窝肚锤。我将这几个动作连贯地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下面我将窝肚锤这个动作的技要领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对方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迅速地以左掌由外向内吊扣对方来拳，随后抓握，左脚摆步片身，将对方来拳向我身后领过，随后上握同时用右拳击打对方的肋部或者面部。下面我将第三段给大家演示一遍。我将第三段第一个动作给大家讲解示范，阵脚连三锤。在窝肚锤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左掌由内向外吊拿，随后右脚向前一步阵脚，左脚迅速提起，左掌抓握置于腰间，同时将右拳向前方打出，随后左脚落步
正马步时打出第二拳，正马步冲拳，随后身体左转，再称左弓步时左拳收回，打出第三拳，称左弓步冲拳。下一个动作是消掌卷提风，在弓步冲拳这个动作上，左拳右拳迅速由内向外翻转，使拳心向上，随后左掌贴于右手背的内侧，向前方削出，在削击时候后腿迅速抬起向前方接踢，接踢时候左掌向前方推出。下一动作是退步下劈锤，在削掌接踢腿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右腿向后方后退一步，同时左腿迅速抬起向后方撤出一步，称右弓步时候右拳由上向下踢出，眼睛注视前面。下一个动作是苦术盘根，在下劈锤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右拳变掌由外向内翻腕，随后抓握，左掌贴于右手背内侧，向前方推出时身体右转呈盘步，在左掌推出时候利用腰的合力向前方下压下推。下一个动作是背蛇出洞，在苦术盘根这个动作的基础上，右脚向前迈一步，撑左虚部时候左掌由内向外吊扣置于身体的左侧。下一个动作是跨栏，在背蛇出洞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左脚向前迈出小半步，同时右腿向前迈进一步，撑右虚部时候右拳屈背握肘，由后向前跨出，成跨栏动作。下一个动作是迎面崩锤，在跨栏这个动作基础上，由右虚部变成右弓步，随后右拳以拳背为力点向前方劈出。下面我将背蛇出洞、跨栏、迎面劈锤这几个动作能够给大家示范一下。下面我将背蛇出洞、跨栏、迎面劈锤这个动作的记忆方法给大家讲解一下。
对方一腿向我打来时，我迅速地以左手向外拦截对方的来腿，来腿过以后，由上向下抄住对方的来腿，随后右手始终置于身体的正前方，晃了对方一拳击打我面部，随后我以右手呈跨栏动作抄击对方来腿，在抄击对方来腿的时候，我始终要注意晃了对方一拳击打我的面部，在跨栏的时候，我身体要稍稍地向左侧转动，然后用右拳劈击对方的面部、颈部，砰！下一个动作是风摆杨柳，在迎面劈腿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右手变掌抓握回收，在抓握回收时候，身体向右侧转动，左拳向前方打出，随后右手由上向下至身体前侧，向身体右侧打出。我将风摆杨柳这个动作的记忆方法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就接刚才对方一腿向我打来时，我迅速地上拳，上前用拳击打对方面部，或者对方用拳击打我的面部时候，我迅速地用手跨栏，跨住对方的来腿，随后向前方抄击对方的颈部，在抄击对方颈部时候，要呈风摆杨柳，就是身体要借助对方来拳之势，向将对方从我体侧将对方摆出，嘿，这是一种记忆方法。还有另外一种，对方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迅速地用肘将对方来拳割开化开，同时左手置于我的面门前侧，或者对方以另一拳击打我的面部，最后我迅速将拳击打对方面部，或者是用拳由上向下使身体向下钻出，将对方扛起摔出，嗨。下面我将第四段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一个动作，虎树盘根。在风摆杨柳的动作基础上，身体向右侧转动，在呈盘步时候，左掌由上向下，右掌由下向上抱抄，至于腰间时候，左掌由上向下按出，眼睛注视左掌。下动作是飞蛇出动，在虎视盘根这个动作基础上，身体直立，左脚向前一步，再撑左虚部时候，
左掌由内向外吊扣，称背车出动。下动作是跨栏，在称背车出动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右脚向前一步，在称右屈步时候，右肘由下向上抄击跨起，全心向内。下动作是指当锤，再称跨栏的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右脚向前迈一步，再称右弓步时候，右肘伸直，以右拳拳背为地点向下方打出。下一动作是接肘，在称指当锤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右腿向左侧收回，再称右虚步时候，右手由侧面向体前各肘。下动作是横脚弓步架打，再称各肘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右脚抬起，在身体的右侧正脚随后身体向右转，左脚向前一步，左手由下向上架起，随后右拳从腰间向前方打出。下一动作是把手截踢，在称弓步架打的这个动作上，两拳变掌，由上向下按动，在两手下按同时，后腿向前方截踢出去，伸左脚，左腿屈膝，右腿以右掌根为力点向前方接踢。下一个动作是猫扑蝶，在霸掌接踢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右脚由上向下，在左脚的内侧正脚，随后左脚向前一步，再称左虚步时候，右掌由上向下呈暗掌，掌心向下，随后右拳从腰间向前方打出。下一个动作是架肘冲拳，再称猫扑蝶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左脚向前一步，再称左弓步时候，左掌变拳由下向上架起，随后右拳从腰间向前方打出。下一个动作是连三劈，在架拳、
击打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右拳经身体的右侧由上向下踢向身体的右侧，是拳沿向上，不形成右弓步。随后左手由上向下握拳向前方劈出，随后右拳曲肘置于身体的内侧时，左拳收回，右手由下向上将拳劈出。下面我将第五段给大家进行讲解示范。首先将第五段动作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讲解第五段第一个动作，北鹤亮翅。在后劈拳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右腿回收成右虚步，同时左拳由内向外叼住，然后变成勾手摆至身体的左后方，右拳变掌由外向内截击出去，掌心向外置于身体的前侧，眼睛注视左手勾肩，将这个动作从侧面给大家示范一下。下动作是燕落沙滩。在称北鹤亮翅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右腿抬起，身体向右侧翻转，然后右脚落地，左脚经胸前经体前向下方铲出，在撑瀑布时候左掌在上右掌在下向下按击，眼睛注视左前侧。下一个动作是双斩手。在燕落沙滩这个动作基础上，身体迅速起立，两掌经体前由内向外发开，在置于腰间时候，右腿从左腿后侧迈进一步呈盘步，同时两掌展开，两掌掌心向上，眼睛注视左手。下动作是盘肘。再称双斩手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左掌变拳曲肘由左侧向右侧横击，右掌拍击左手的手背外侧。
眼睛注视肘尖。下一个动作是侧踹腿，盘肘。在成盘肘的时候，身体起立，两腿弯曲，同时重心向左侧移动，当重心大部分落于右腿时，将左脚提起，再将左腿提起时候，迅速地向左侧踹出。下一个动作是砍掌，造成左侧踹时，右掌由上向下进行斜砍出去，在进行斜砍时候，左掌由下向上迎击。右掌砍击左掌的掌心，虎口处。在身体向左转时候，眼睛注视左前侧。下一个动作是右侧踹，在成砍掌时候，左腿弯曲，右腿迅速抬起，向前方踹出时候，身体稍稍地向左侧转动，将腿由下向上踹出。下一个动作是弓步穿掌，再成右踹脚时，右脚向下落步，再成右弓步时候，左掌由上向下按掌，使掌心向下，随后右掌从腰间向前方穿出，使肘心向上，左掌置于右手背的肩下处，眼睛注视右掌。下一个动作是撑掌，再撑船长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右腿向后回收，在成虚步时候，左手由右手下侧向上向前蹦出，在蹦出时候，右手握拳贴于身体的右侧右腰间侧，向后方撞出。下一个动作是二踢脚，也称为是二踢弹踢。在成撑掌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右脚向前迈出小半步，随后左脚向前方踢出，在踢出时候要迅速收回，随后右腿向前方踢出。下一个动作是端塞，它的动作要领是，当二踢脚右腿下落时候，左掌由上向下按动，随后右掌从腰间向前方以虎口为力点向前方端出，在端出时候左腿提起，身体要尾向
前春。下面我将第六段整套动作给大家演示一遍。我将第六段第一个动作回身推掌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在撑端三时候，左脚下落，身体左转同时，左掌由外向内抓握撑拳。在直移腰间时候，将右掌向前方推出，步行式左弓步。下一个动作是解手卷提风，在撑弓步推掌时候，右掌翻转是掌心向上，同时右手从左手从右手的射板处向前方消出，在消出时候右腿向前方解体出去。下一个动作是脑后摘盔，在撑小掌接踢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右脚向下落步，右掌由外向内开击，随后左脚从右脚后侧迈进一步，同时左手从右肘的下方向上超出，随后摆正于身体的左侧，身体稍稍地向左转动。在身体向左转动时候，右腿由前向后横扫出去，在撑左弓步时候，右掌由上向下推出，目是掌尖。下动作是回身掌，在撑脑后摘盔时候，右掌由下向上向后抓握成拳，至于腰间时候，左掌从腰间向前方推出，步行式右弓步。下一动作是片身窝肚锤，再撑回身掌时候，左脚向前一步，左脚外摆，同时左掌由下向上向外吊扣，使掌心向上，肘尖下垂，同时两腿屈蹬，右腿向前迈一步。再撑马步时候，左掌迅速下握，翻转握拳置于腰间，随后右拳从腰间方向向前方打出。下一个动作是虎坐坡，再撑窝肚锤这个动作基础上，身体迅速地向右侧转动，在转动时候两腿向后方跳动，随后右拳收置于腰间，
左拳上架于头的左上侧，撑右虚部，下一个动作是旋风脚，在撑虎坐坡时候，身体稍稍地向右侧下沉，随后将身体翻展出去，将右脚向右方打出。下一个动作是吊打五指锤，再撑旋风脚，将腿踢出过以后，迅速落地，右掌由前向外发握成拳，然后身体下沉，在撑马步时候，右拳从腰间向右侧方打出。下动作是截肘，再撑吊打窝头锤时候，右脚迈至身体的正前方，撑右虚部，随后右拳虚背由外向内进行各种，在各种时候身体下沉，撑右虚部。下一个动作是海底锤，再撑右虚部各种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右腿抬起向右侧方震脚，随后左脚向左侧迈进小半步，随后右腿扣于左膝盖关节处，两拳置于腰间，向身体的左侧打出。在打出时候，两拳相对，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下动作是侧步勾出两掌，再撑海底锤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右腿回撤，随后左拳变掌由上向下，再置于身体的左前侧时候变成勾手，随后左腿迈置于身体的左前方，再撑左虚部时候左勾手下勾，右掌上架，从正面给大家示范一下。下一个动作是穿掌，在虚部勾出两掌时候，左脚迈至于身体的左前方，再撑左弓步时候，右掌由上向下压制于体前，掌心向下，最后左勾手变掌从腰间向前方穿出，掌心向上。下一个动作是单腿脚，再撑左弓步穿掌时候，左掌迅速翻转，使掌背向上，随后右腿向正前方踢出，
脚面绷直。下一个动作是俯坐坡。在做配角的时候，右腿迅速回撤，左脚跟进半步，在撑左虚部的时候，左拳握拳屈肘，拳心向外，拳眼向内，拳面置于左大腿的上侧，右拳上架，拳眼向下置于身体的右上侧，眼睛目视左侧。下动作是配步按掌收势。在撑俯坐坡这个时候，左腿向后方迈进一步，最后两拳变掌下落至身体的两侧时，使掌心正向前方，随后右脚在靠拢左脚时候，两掌由两侧抬起上托，随后使掌心向下，经体前慢慢地向下按掌，随后两掌翻转置于身体的两侧，呈并步立正姿势。少林螳螂四六锤今天就给大家讲解示范，谢谢大家。